全军出击！现在没能撑住两分钟啊！哦，要再踢球了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场，我们这个超级冲锋阵 VS 对面的，对面感觉打反开很强哎。灵魂收割格雷夫。佳佳解个任务，来佳佳，等我这样打完。他说的真好。阿伯，你等我 recall， 你可以先来旁边阻我。你负责踢球跟打怪，我负责放轮 ，OK 吧？龟派气功也交给你了，如果有龟派气功的话，放弃太容易了。OK， 快点，组队组队，佳佳，你当队长邀我吧。被拉毛喽！再消一下对面的血，想越塔吗？不太可能吧，这个游戏现在这个等级还是蛮难越的。无论生死，我会全力以赴。跑起来吧！解任务解到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因为风之谷的任务几乎都是没有提示的、啊、尤其是找 NPC 的那一种啊，你永远都不会找到 NPC 到底在哪里。找寻 NPC 位置，然后他就会写一个什么找不到地图，无法追踪的任务。我不会丢下任何人。啊，通常都不是在你能直接找到的位置、啊。猫咪不要啊！定身术喽！报名风速种族啊！风速种族哦，可以拿一些哎。痛痛痛痛痛痛哦！我在祖安遇到过更糟糕的场面，所以我们能赢。我的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保证，下次会赢的。完成。扛啊！我们就只能扛啊！这两个 poke 前面太强了。电要来喽！组合前期就弱啊，哭啊！我竟然被这个拉到了，亏哦！那组合就是本打野来救。快点啊！我还在坐牢啊！快来保释我啊！我要出狱！对面终于走了。我可以自由一阵子了。第一趟回去可能就不用坐牢了。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，我倒是赶紧放风一下，放风赶快刷。OK，
放风一波了，加加加加，啊，你要我啊？OK， 放风结束，狱警们又回来了。哇、哦，咖啡250等哦，好猛哦。OK， 我放个轮，剩下交给你了。这样不会被控线吗？会啊。但也没办法、啊，我们再出来解线了、啊。我现在也是有一点对抗的本钱的。除了我姨妈，啊，我干什么都躲不过他。上单欧拉夫毫无对手，直接被乌鸦。黑豹乌鸦好像肥了。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哦，农夫在那边。这两个泰格米亚真的是很难打、欸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下路还是很痛苦啊！三场都是猫，而且都是首选，超恐怖了。犯了错也就长教训。也是兵线回来了，能扛啊！这能扛。哦，翻墙喽！好，现在2-4，中路已经被干掉三次了，好惨啊！辅助是鲁斯，是不是又屌打了？应该不会吧？这一场辅助不管选谁，对面都会选康可，辅助首选。特地先选的就是得扛。哦。可以呀，鸵鸟救到我们啦！啊，冲进去啊！被 execute 啦，哭啊！还好没被他射到、欸，哎，差点出事、欸。赚了、啊，这波赚了、啊，骗他一个大。那如果他刚刚是想杀的话，我还是得帮啊，不然他其实有几率会死的。好，快点，充好电，瞄准坏人开枪。刚刚不是我扛，就是他再多扛一下，然后被三大四死了。弄赶快呐，弄赶快，反正这是得死一个、啊。这个阿嘎直接。我真该多带些零食的。真的是还好没被对面拿到头。可以了，我感觉我好像出狱了、欸，其实都可以打了。他们就跟炼金男爵一样，爱说大话。先说一句，别管我的眼神最好。我们这个伤害好像怪怪、欸。啊？直接被 A 爆哭啊！好像是不能这样流、欸，应该得从正面流、欸。那打野已经到了，打野还有段距离。哎，这里被冰起来不就？嗯，也不用冰起来了，但是打过来了，开 recall 哎、欸，
买弄买弄买耶！训练完成，逃出风暴，闪电要来了！弄买弄买耶！犯了错也就长了教训。下一把了，还行吧。我们超级后期阵，泽利这个角色，我们就不用管他前面长怎样，就前面都不太影响游戏的结局。哎，哎，这个人好像，猫咪。太狠了，猫咪，这样我怎么走？我风之谷先领奖励，我只要解一次啊，你把我留在里面就好了。我之前炸掉过一两个方阿接连，这里都有冰宝，太恶心，真的太恶心。聊天室冰宝图刷起来，太恶心了啦。丁义的春天来了。充能完毕。一点机会也没有。哎呀，我真该多带些零食。Shut down。发射。太扯了吧？怎么会有丁宝啊？还好我看不到这个影片啊，专心打咯，专心打咯。来看一下这一场现在该怎么打。这边打野已经死等了，才刚八等。丢败之王来喽！哦，他每次都这样放。哇！被宰啦，猫咪剩你啦！大炮飞过来喽！感谢36个月导弹出来没有啊？小心啊，这边丁宝是被打死的。鸵鸟杀不死人，猫咪是可以啦，猫咪真的要扛啊，得扛啊，再扛一下，加油，我们再撑20分钟，
在二十分钟，我应该三件四件很能打。充能完毕。现在我们得跟着这个乌鸦做事了。我属于这里。看乌鸦之神能不能救救我们。哦，拉夫，先回家吧。丁宝不低调吗？来打狗图，直接给我刷起来。各一个扁。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，我倒是一直没变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鸵鸟又挂嘞！无论生死，我会全力以赴。会战还有一个超肥冰女啊！训练完成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维尔哥在下路。充能完毕。漂亮，胆傻啦！完啦，乌鸦也倒啦。叭叭叭叭叭！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！赚赚了，终于啊！我被保出来啦，450元。可以，极限回家。来，上路巨大机会。这波再抓到两个，我感觉我无敌了。你坚持，坚持。坚持，坚持。坚持不了喽，我溜喽。帮你缓一下。有谁有计划吗？没有，也没问题。我说了算。完了，三脚不出来了，哭啊！怎么那么远啊？立三左手变长了，哎，巴拉夫要。哦，这边要开送了。Bang！ 逃起来吧！不妙哎，鸵鸟，你鸵鸟好像来不及上嘞，有机会吗？可以上鸵鸟了。哎，冲这边了。再来一个闪夹，大招直接撞，而且鬼开惊人，哈哈，两个都死喽。
猫怎么下车？猫想看一下那个人头啊，怕他打不死啊。人都来喽！ 找五毒团练吗？练啊练啊，有空就来练啊！冲冲冲冲冲冲冲哦！ 扛不住啦！OK， 幻影之舞，无情输出没停过，我都快有大了，看你能修多久。 晕的好哎、欸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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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他也是真的痛，哎，哭啊，格雷夫！可以，技术术语。棒棒棒！砰砰砰！十二杀！ 十二杀葛雷夫，真的是葛大炮了。1207，倒啦！ 破败之王，暴怒骑士重生，可惜可惜，哦，攻击完才扣血，舒服啊！来看这一场，泽利加上娜美，又是刚刚那个，刚刚的露露。 这个人真的只玩软斧哎、欸，他把各种软斧都掏出来了、欸。这应该是上期吧？哎，又是刚刚那个塞恩哎、欸，这一场上路塞恩打塞恩哎、欸，怎么啦，朋友？我也要死啦！啊？ 亏烂呢、欸，我还在吃兵，他就已经被伊泽瑞尔打死了。不等啊，这个娜美绝对不等啊，他是一条自由的鱼啊！直接两个闪现，你被打到一滴血啊！ 都被他打成一滴血喽，感觉泡面不闪，一个再 A 一下也是死了。嗯，跟这个人打开局必逆风哎、欸，连打泡面头，我们开局都可以逆风。要快点，他们很需要我的火花。 破败之王好像不行喽。刚刚的奈德利吗？
就这样。 死了！还好我有哥没死哎、欸！鱼人被那个招式狂丢中啊，超惨的。 加油！加油！我们一样打团，这一场可就没那么好打团喽。五元。 好，回家买个鞋子。可以，现在1:4啊，大虫子。那我们核心是大虫子，我这个 skin 也太好看了吧！恐龙哦，哇，山海经哦。 太炫了吧！那整个造型都跟原本不一样哎、欸！跑跑跑！放电！我在阻碍遇到过更糟糕的场面，所以我们能赢。这个 skin 还没看人选过哎、欸，原来有这么好看的 skin， 最近出的。充能完毕。 哦，泡泡！可以，泡泡很凶。为什么鱼人又剩1滴血啦？ 好多小鬼叠加血，赛恩狂喜，312滴了、欸，哎，我有哥被抓包了，哭啊，龙掉啦！充能完毕。刚这么贪哦，还在吃龙。 塞恩一斧头敲下去，不知道呀，好像其实敲不死嘛，都会剩1点吧。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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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这个炮台也太强了吧！ 到处都是炮台啊！
打掉了吗？可以。对哦，这个闪现漂亮哎！等一下，那个炮台真的好强。 非常的危险，他怎么不盖炮台？我们其实应该也可以盖炮台吧？不知道他会不会进 CD 欸。这把出暴击还是特效？但是出暴击啊，现在特效流是没用了，特效流已经绝种喽。来看一下，目前5比6，中路血虐单杀哦。 这等怪兽加赛恩两个加起来20000滴血，啊！小丑野区直接被反光，他超生气，只能在下路一直打架。小丑这里再继续，他真的要爆了。奶奶说过。 做人要不怕出头，他说的真好。那有人碰过这个组合，这什么组合？你说硬汉组合啊？别跑啊！动作利索点。 这个组合真的就是硬啦！我这维尔哥打得很好哎，难怪上一场我们前面会输他那么多。后面差不多咚咚咚了，有人要剁哦。 那这怎么料理比较好？哇，不行了，得小招了。哎，啊，死的又是你啊，鱼人！不管了，我硬扛塔了，要换我就来吧。 我还有虚弱，还可以跟对面玩一下。闪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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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电。多谢。 为什么他海鲜可以看起来像生鱼片？我不知道啊。难怪我现在看到他的场都是输的，他在我这一队也是输，在对面他也是输。水哦，我们要预示者拿守塔。 伊努，伊努还欠我一个第二代啊！这一款做的可不错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代。对面中路不见了，那刚被打回家了吧？哎，直接炸鱼了！完了，这样怪兽也来不及救了。他怎么又死啦？ 无论生死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充能完毕。睡醒了再来玩吧，他真的好像玩的在睡觉哎、欸。
恐龙飞出来喽！这就跟炼金男爵一样，爱说大话，外强中干。赛恩开车，咚咚。 哇，这个赛恩竟然出冰犬呢！那这样后面没伤害，放弃太容易了，走不出去喽。好啊，这条鱼又没了。 剁他，剁 ，nice， 飞过去，给他一刀，砍他，剁！哎，怂了呀？你怎么怂了呀？哎，哈哈哈哈！这个伤害，啥鬼？你看您这都敢砍过来？ 刚刚我有哥可以再剁一个，好可惜哦！我们这一波也太赚了，这鱼人完美开战。中路科加斯不打上，电刑科加斯2290嘞。跑快点，充好电，瞄准坏人开枪，很简单的。 又开车啦！飞得好高哦，他不演了，哈哈哈，这上路又开始不演了，硬猜环节。完啦，我的送头啊！ 开始，啊！咬一下，哦，还以为咬一下就死嘞，哇，这一波真的是大送头，哎，赛恩也渡更了，这个怪兽的踩好准啊！ 咚！塞恩也快两件套了。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保护。没事啊，我慢慢肥啊。这个就是上一场的奈德利啊，上一场被我 legendary 那个。 哦，又来了，又有人了，不亏，小丑没大，一换一，哦，应该直接翻过墙。伊德瑞尔要没魔嘞，最后170，圣殿之杖。 这是坦克小丑啊！能在左上角显示角色资讯，应该每个伺服器都行吗？还不然要怎么看对面资讯？哇哦，他们要来抓我们了！
嘟嘟嘟！我扛这个鱼人能零44不错了，我下路可是把线扛的好好，疯狂做球，点地板就消失，点地板就消失啊，点人就出来啊！队友的事就是我的事。 小丑的装备这一套哦，这一套我都不知道他要出什么哎，这样子出坦的怎么不出冰霜？可血加雨露。 不知道这一套这样强在哪里，等看看，说不定可以一直砍前排。超硬赛恩登场！哎，这边偷吃巴龙哎，好扯哦！哦。 还要追吗？小闪的，那怎样啊？泡面头加上，哦，泡面头再加一个人，直接把巴龙吃了，好狠哦！ 直接拆塔，有点小亏。想想平时的练习，快滚了！溜喽！没问题，一点机会也没有。他上把就是这样赢的。 上把那是正面直接被爆破了，出场，那组合怎么打团？吃完这波该来回家了，一泽没有闪。 可以放塔跟他互扁，哦，冲哦！这输的有点烦啊，我感觉我先回一趟好了，2000块了。 在练老鼠，老鼠。 都会有吧。来，塞恩，我们一起扁他。对，就这样扁他。Healing Spring， 好吃。怎么死的又是纳米啊？ 至少对面这一波龙没了，再扛两下。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回家，哎，快跑哦！ 纳米的胜利条件哦，确实有点不太一样。他感觉快达成了，13死。塞恩这一场应该要出火斗了、啊，不然他这样正面没有办法打。哇，这个惊人漂亮哎、欸！
我们这个已经到，可以中到一波大的了。打人啊，真的打人蛮痛啊，那是因为是逆风啊。 这一次输出爆发确实是不高啊，打那个持续的。纳米还在游哎、欸！自己坚持，我来喽！哇！ 狂吸血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家真的被爆破了、欸，怎么纳米又死了、啊？哦，不过接下来我们转上路，他猜到是上路是还好。哈哈，点亮电。 纳米是有一个大装的啦。哎，要来 B 八龙喽！听不懂中文是不是啊？ 木魂人已经16级了，凶的，抓他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有人被炮台干掉了。 这里还有个小丑盒子，那我们好像是要出事了，杀不住喽！冲啊！对面要活了，对面要活了，他有僵尸，他有僵尸，可以，多敲几下。 敲几下塔，没怎么扣血。可能是刚才我太着急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进步的。嗯，两边家都要没喽。要是以前的塞恩，那现在就已经可以宣布胜利了。 直接回家换一套攻速装，僵尸模式启动。吸血，吸血，开车了。
Shut down！ 能一波吗？好像可以吗？冲了！应该可以哦，应该可以哦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BD我们家而已。哦，这里还有小丑，哈哈。哎，打一打对面的那个阴影会火哎。哎，他去BD啦，他去BD啦。汉堡要没啦！好啊，汉堡没了。啊！汉堡被吃啦！这是该回家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就要回家了。哇，赛恩那边也没回到家，好亏哦。哎，这个鱼好像有毒哎、欸。跟这个鱼都没有办法的。嗯，艾克竟然是中路哦。圣主在帮我过滤对手，要通过圣主的试炼才能上来啊，那很正常啊。没有通过主的试炼，怎么可以随意的爬上来？到英雄联盟，我们即是复仇。敌军走喽，派奇。我们一等是鬼、欸，啊，被看到了，都在这边蹲点。为什么？这样还要送他们一个眼哦，感觉很亏。全军出击！刚刚的辅助没有通过考验，漏网之鱼啊！还好我们已经把他送下去了。我印象中他应该已经四连败了。这场有人要献祭吗？我建议别啊，这场很危险的，我怕这样产量会太多。你要歌单，好，歌单的再处理。看来第一波我是没有办法插他毛了。我们曾经并肩作战，刚刚他 recall 的时候没找到机会放，哎。那怎么小兵突然偷吃？混分智者，进化就解啊！反正他只要按招，我就直接按进化。我就跟他虚弱同时最好。哎呦，上路一换一，削烂喽！我们时刻警醒。没事，能打一次更加可恶。感觉维尔哥的下半部要更磕了吗？应该在附近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OK， 丢派奇那里。
准备开扁。被动的丢辅助了吗？还没啊，我要等第一趟鱼扣。哎、欸，哭啊！希维尔可以挡拔毛吗？可以啊，其实玩滑板鞋蛮怕，就蛮怕那一招的。哦，哇，闪换闪，反应很快。见到了吗？他有点好打你啊，派奇。先捅他一下。挡到毛的次数。蛮常挡到的吧，因为滑板鞋拔毛的时间都差不多 ，poke 的时候很容易挡到。一开始就先连辅助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进野喽。哎，这波我们囤大波，准备跟他们拼命了。小兵一起拔的时候挡，没错，就是抓那个时机挡啊。这一场看派奇想游走，还是再跟他拼个机会。OK， 现在3-2，我们大家在上，放个眼好了。啊，希维尔正常，也是拿来挡钩子啊，挡这个拔毛很亏啊，一个没挡好，直接爆炸，可以吧？我这一波。我这一波直接被他换掉，哭啊！还好是猫猫拿头赚，兵线完美。哦，那一下 Q 竟然没 Q 到，这样走出来又可以杀他了。他还想拿那个盾来挡派奇，直接被我一掉。这样上路也蛮肥的，等下呢盖一个就死一个。我们得多杀点人啊！这一场的组合滑板鞋蛮能输出的，还有我们的后起脚开始肥了。还连维尔哥嘞！棒棒棒棒！哇，这猫跑得太快了吧！哎，够大了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哎，刚刚那怎么够到了？好扯哦！可惜派奇没溜。哎，派奇出事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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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艾奇上西天啦！希望可以卡在外面，拜托拜托，再走一点，再走一点，很好，靠车卡在外面，完美。我们的任务没有止境，继续开杀。艾克猫无敌了，艾克猫不一定能打过我们这些人啊。我们也有无敌的卡密尔。来了，这一波无敌卡密尔，能不能开秀？好像是开送哎、欸，注意哦，预示者拿下来，哎、欸，没中，碎碎9-5了。烂血怎么不裸攻速血？我比较喜欢攻击力高一点。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了，像 Q 会很痛。卡利斯塔，那就是我们的名字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守塔也拿到了。哇爸爸爸，完喽，鬼上身喽！消弹，三个消弹，直接三个消弹哦，快跑哦！事情有人在贪呢、欸，啊，贪心是不好的、啊。以我打LOL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贪心绝对是不好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贪。不过骗他。什么？剁！碎啦！老板再来一个。碎啦，阿曼再来一个。哎、欸，怎么没剁死？亏啦！哦，猫咪有一点太硬了，回补。14-9，哇！预示者现在才叫、哦。可以再继续撞。我们曾经并肩作战。我这个装备很能打了。我刚刚那个轮子妈不知道在干嘛、欸，应该是有闪的吧。终于能赢一把了，可以可以，这把我们组合好啊。猫在皮耶、欸，完蛋了，快跑，出事出事出事，高歌离席。还好对面来的也没很快，这个两个人也没有要硬追的样子。
刚刚是被希维尔开大硬追，我应该是会死的。哎，完啦，兄弟，换人死啦！他好像是来顶罪的、欸。跳！这个人为什么敢走出来？他们怎么大唱空了？他们放上塔来更消耗这一波。这波要是戴安娜没送，对面是已经完全GG了。戴安娜又给了一点点机会。好，两件装，好像滑板鞋是手最酸的吗？普普通通吧，我觉得跟一般的平 A 流没什么差别。达瑞文还比较麻烦一点，达瑞文是比滑板鞋难控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泽利，泽利还好吧，就一张 Q 而已啊。就是其他 AD 拿来平 A 的时候，他在按 Q 而已，也跟伊泽蛮像的。嗯，费哥没大啊。这边家要开花咯，棒棒棒棒棒冲啊！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上路拿绳子捅他们呢、啊？大赛在开送啊，我被shut down啦！扛太多塔喽，这个应该被 A 到三下、欸，啊，三下就倒啦。哎，这个也被塔打死了，哈哈，艾克突然超级肥。哇，门牙没拔掉、啊。TP 有 TP， 惊人，可以出钩。我们疯狂水饺，兄弟坚持一下。也不用坚持了，他活不了了。你还能皮他哦？哎，先吃猫。哈哈哈！还哭啊？他两个都没剁到哎、欸。边 ，Moki 啊！哦，找到喽！感觉该来一波大的了。
兵营吧。第一个有，第一个应该是没有整个剁下去。对，他这样也有300吧？感觉他两个都有300吧？维尔哥没闪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们曾经相信他。好，三件套能玩了。终于，滑板鞋就是要长这个样子才能打会战。复仇之矛要跟谁复仇？好像又开始加设定了耶。我看最近复仇之矛好像又有新设定了耶，要出电影了。我们从不休息。没错，复仇之矛其实是盖伦的女儿，陨落王者的妹妹。没想到吧？我们曾经一起行动，意料之中。吃个熊肉。现在奥数还有要继续拍下去吗？还是他就打算出一个其他的系列？还是虚空之女的妹妹？如果她去虚空，她也得长得紫色紫色。感觉差不多也该出这个虚空的故事了，卡萨丁与他的女儿卡莎。大战虚空怪兽。凶啊！这个，没回来，还是得死。但他们其他路太不扛了。哎，艾克还在说，呜、哦，我、哦、这一脚完了。哇哦，鬼挡可以，哎，他没招，他没招，踹他，漂亮。这个人还不敢撞上去，哇！好像还能操作哎 ，Ace 啊！那我也不知道我要买啥，应该狙了吧？不会狙吗？好像还没狙哎。为什么他踹一脚没有回半条血、啊？我好像错过了一次。目标6%生命值，强化伤害。
哎，死亡之舞是不会吸血的、啊。哎，死亡之舞只有解痛苦的效果。哦，难怪他刚一直都没有很吸血。来啦，打架了啦！完美开战，剁他，漂亮！剁！艾克那一棒到底是啥鬼？哈哈，艾克那一棒直接把派奇拍死喽！嗯，感觉今天的气普普通通哎，再打一把好了。